在战斗背后有多少失望，还有多少被遗忘，默默的付出不是给谁看，英雄不过是一种遗憾。 I'll be there taking your life， 不会有任何意外，天光下我住在红色的沙漏，恐惧全覆盖，黑色期待，英雄我已经不在，这一刻我只是想要把所有敌人都掩埋。 I'll take the night I'll stop the light， 不仅出现出现出现都会来叫嚣，英雄有爱有太多无奈，在这里有个人心中记住在，不是我不相信英雄没有意义，只是生命的界限告诉我真理，真理真理到底是什么理，或许天天之后才能找回日历。果然，和你的力量相比，我还不够啊。你还记得你追求力量的初衷吗？我很强，却还是没能救下他。救人？说的是啊。果然，救人才是英雄的本质啊。想通了，都死到临头了，什么都明白了。我想建立一个没有杀戮与罪恶的世界，为此我需要力量成为最强的人。可是从什么时候起我走得越来越偏了呢？以至于偏离成了这世上最大的恶。但我
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强？诛仙剑阵，当初被一剑穿胸而过。那肩膀上的呢？外星人的炮击，好像是什么数字力武器。腰上的呢？穷奇的撞击。后背的，异世界众神下的手。在这些我自己都数不过来的战役后，我的身体早就变得破破烂烂的，只能说还好脸蛋和手没啥大碍，所以勉强还能混过去。毕竟不能让妹妹担心了。经历了那些战场，居然还能活下来，简直是个奇迹。这就是我能变得这么强的原因。毕竟那五年的经历，绝对是普通人想象不了的。林，那个女孩。抱歉，我不想提起这个。还有，别叫我林，英雄。我早就不当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注册成为英雄呢？天知道，我自己都说不上。居然死在你这种人手里。人嘛，活得简单点不好？我那一剑，可是救赎啊。老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妹妹有难，当哥的当然要来了。话说吊坠呢？你怎么不用？我还不是怕你卷入危险之中。哎，你老哥我好歹是个注册英雄，哎，我很强的，所以以后有事一定要第一时间找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你们是谁？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冒昧前来拜访，对欧阳瑞和基因进化公司来说，这个小女孩都是重要的存在，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抢回她。林杰，你会帮我吧？你叫我？你没事吧？还行。冬雪儿呢？这都一个礼拜不见人影。这才几天不见就想我了？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切，无聊的男人，你没戏了。最近的你果然很奇怪啊。啊？哪奇怪了？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再说了，不能让肌肉联盟和十三白白牺牲了。
啊。真要走吗？嗯，机票都订好了。M 区可是罪犯的天堂，去那儿当英雄学院的老师，真的合适吗？是你说的，我爱干嘛干嘛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还有件事要做。再见啦，大英雄。再见。我还活着，就在这里，好好的活着。等着我吧，灵。